下面有阿红，那一边应该不错。懒人钓点啊，这地方会回流哦，所以可能要漂钓。浮标的话，定住也可以，钓重一点就可以。好。啊，有看看嘞，今天大尾。啊，钓了一下这个路亚跟这个手竿，当然手竿比较好，不过有红猫啊，大只的。刚刚有珍珠石斑来追，啊，有个大一个水花，不知道什么。啊，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原来是阿虎，
走了哦，这不掉。漂亮。特殊配种鲫鱼，很漂亮。喂，拜拜。下雨了，可以回去了。今天就算是任务达成了，钓到这个理想的鲫鱼。好了，那我们下午再见了，拜拜。